刚刚去 4S 店问过44万上下，那44万上下你觉得可以提的话，你就买，是不是？肯定买到就是赚到呀。44万基本上可以给你优惠接近3万，接近3万的话落地44万，你觉得？其实我觉得反正哪儿优惠大在哪儿买呗。5300先10%的税，具体私信后台江苏接一个个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车型吧，我们去看车吧，家人们，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车型就打在公屏上哈，有什么想了解的车型打在公屏上，谢谢关注啊，谢谢关注。哪个地方的52544万，44万你还不赶紧买，你为啥还要来看我的直播呢？是不是那么便宜？咱们来看一下三系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展厅这台三系的话，是一个320长轴的运动套装。这个车的话，目前是31.8的指导价。